欢迎进入刘老师的五一 Vlog。一些排练小插曲。终于，音乐节到来了。彩蛋环节，五一快乐！我们回去多看一点，我们下一个再来一下，走吧。嘻嘻，你们以为结束了吗？欢迎进入刘老师的长龙之旅。等等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我们现在在去长龙宿舍的路上。是的，我们要去看一看过往。太快乐了，坐着这个观光车回到了曾经。可恶，怎么摘不下来？待了半年每天走过的路。是的，这条路是我每天就是从那个然后要回来的那个，每天都是早上。哇，要到了！哇，快给一个前方的镜头，快，就是这里。